泪滴焊盘也称为泪柱焊盘，俗称补泪滴，是指电路板上的焊盘与铜箔走线之间用铜箔布置一个过渡区，形状像泪滴。泪滴焊盘的作用是在电路板受到巨大外力的冲撞时，避免导线与焊盘或者导线与导孔的接触点断开，用来增强焊盘的机械强度。而且因为泪滴这个过渡区可以避免信号线宽突然变小而造成反射平滑阻抗，减少阻抗的急剧跳变。另外，设置泪滴也可使 PCB 电路板显得更加美观。目前在电子线路中故障率较高的大功率元器件的管脚焊盘往往采用泪滴焊盘。